各位好，我是大叔，欢迎各位收看《心灵良方火烧医院》的游戏影片。那这一次要从49到52，那大概还有再两步就可以结束这个游戏系列了。那剩下的两个我就慢慢来吧，因为刚好不确定到什么时候能够拍摄了，能拍摄大概也都是周末的时候了。好，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了。给他100块。妈妈咪呀，你为什么要这样搞我啊？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忘记了。哇，吓死我！我也觉得奇怪，我有什么东西忘记了。那我卡虽小啊，
也有相同的情况。大概是上一代有乱加一些新友的名字，被人家误会吧。那我感觉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哦，较紧嘞哦！觉得这一给就惊心了，有没有搞错？吃我的糖果了。不要这时候给我出状况行不行啊，我说真的。我觉得这最后关根本是二整人啊，妈的。但我是觉得最后一关他妈在二整人一样。
我真的觉得最后一关是他妈在整人哦，我开始有点不爽了。哦，糖果只能三次而已，蛮奇怪，永都是金星的话可以一直狂给啊。哦，再来是精神科，精神科真的蛮累的。
真的如像我说的一样，设备太老旧。啊，刚被按太快了。等一下，你不打麻醉吗？你不打麻醉没问题吗？买个工位，快点动手术啦，白痴哦！这是怕说割太深造成脑神经对身体上有障碍。他昏了，缺氧吗？
Fear comes in waves, but I'm not drowning yet, cause I can see the shore and I feel dry again. All lovers know that their heart's made of wax. When the heat from the fire melts it down, brings it back. The shape that it takes sets you up for that break. The second time you're stronger.好，那火烧医院的战的故事这边做一个结尾，但之后应该还有更还有其他的故事啊。那一样51到52，那我先暂停一下。好，我回来了。那可怜的康纳在旁边孤零零的看着艾丽森啊，哎，不过没关系啊，他已经看开了，这倒是好事。这个医生他妈到底痛真小啊。这玩消消的，文书作业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没错，那个医生真他妈有点问题耶。Thank you.
这里应该是皇家医院吧，我猜啊。这个情况在职场也蛮常见的，菜鸟嘛，把工作全都丢给菜鸟。看起来丹尼好像还隐瞒什么事情啊。
What the fuck？ 干你老师啊！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哪！又一个有点难度的小游戏了。哦，不是因为我玩的问题，而是他还有更多的那个负面情绪。这个有点难度，我不得不说。看你老师，怎么一堆都在喝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开始觉得后面有点恶意满满的。你他妈这样也不行。这他妈什么鸟精神科啊。我这样说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游戏片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目前小溪医院是处于停止的状态，那怎么说会回去，我坦白说还不知道了。那估计这情看玩到这边，估计这情况就知道会有第三季出现。那依我猜，他们可能会先在皇家医院工作一阵子。不过看起来皇家医院又一堆鸡掰人了。那再来是这两关的小游戏，让我觉得有点火大，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图样政策，明明就瞧都瞧不对，我他妈怎么回事啊？就哎，不想说。本来觉得前面还有赚 OK， 不要跟我说后面开始就让人家有点恼怒的情况了，希望不要这样了。本来我想说等这个玩完，想说对于有一些的评断，我想要做公正，但是玩到这边我可能就要失去公平的判断了。那游戏就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下一次就只剩53、56到60了。那这个剩八个就慢慢来吧，我就找时间把剩下的那些成就一个一个解开吧。那游戏就在这边就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下一次再见。